你好，晚上的快9点了，社长刚刚回来，看到开奖，我们今天呢也只有中个一位，我们用011，他却要开011，我们用39，他开了29，哎，这个十赌九输啊，我们全车3次不中呢，各位全车3次不中。所幸我们现在牌子用的比较少，就是选择二中一，一字牌配一个尾数啊，各位，啊，我们用那个一字牌啊，不，碰个尾数啊，也本钱比较少，然后一字牌碰2个尾数，本钱比较少。好，我们会输了3期，上个礼拜连中3期，上个礼拜连中3期，全车中2次，2轻中1次。这个礼拜连输3期啊，讲句实在话，也不过输掉，还没有输了，不可能会输了。我这个全胜二中一是1-4的，啊，有问题打电话服务电话09150088141。